俺のスピードについてこられるかい？あ、好短啊！这个招募动画《青年水门》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抽吧。老白、蔡东强、卜西强应该能凑够150个券，就差四个。把这些福利领了，那差四个应该很简单的。开抽之前先说好啊，以前这个 A 人150抽基本上保底吧。现在如果150抽出不来，那一定就是魔方的问题，魔方跟那个什么天那个叫啊天游的问题。这个逆天改运咱有一片，先把它给收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看看我们这个绘图铸剑现在是26片，那就来吧。老白不墨迹看，哎，怎么出现一个什么100抽？这个100抽第一次出啊，它是一次可以抽100抽吗？我是要10连抽10连抽的抽，还是要搞一下？这个东西是新出的，它第一次出可能会有惊喜，要不要搞一下吧？哎，没事，再来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太快了，这啥？我这隐隐约约看见到我是有水门的，我也有，哎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这眼睛都跟不过来，这有，我看到水门，也看到铸剑了。至于多少片？19了，哎，19片，我100抽就抽了19啊，我还有一片18片啊，铸剑是二十片，也就是说抽了20片铸剑，18片水门，江湖路远，没事，我的心脏还在，还有50抽呢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波赚了。毕竟跟魔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就知道魔方不会亏待我的。我现在先不管我的绘土之间能抽多少片，能把水门出来就万事大吉了。54片，来个水门啊！没有，再来，水门，我要水门，还没有，剩最后一发，走起！来，56片，4片，我就把这个水门领了。我没有算哈，够了吗？魔方，不要逼我骂你啊！150抽，如果再抽不出来，那就是绝对是你的问题，跟我脸黑不黑没什么关系吧？在哪儿呢？晃悠，好像没有出来啊，是没有出来吗？不可能没有出来，没有我们的哎，青年水门在哪儿呢？你我之间的缘分应该到了，不可能，在前面，一定在前面，没有，那到底还差几片啊？我找。水门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150抽干不出来一个 A 人，我这算是脸黑到家了吧？哪儿呢？藏这么严实，在哪儿呢？我好像看到他的头像了。38片，魔方和天游，你们两个，请你们给我圆润的离开。我绑你了吗？滚！这不要脸的，你给我滚犊子！兄弟们，有比我惨的吗？